人爱交问题是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双边问题，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第三方不应借机挑拨，更不应插手介入。中方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决心、意志坚定不移，菲方侵权挑衅的图谋不会得逞。中方奉劝美方不要将菲律宾作为棋子，搅乱南海地区局势，菲方也不要任由美国摆布。